肉露里面是什么这个里面啊是花瓣啊它里面全部都是花瓣啊你生意口靓姐你知不知道这一樽啊我现在不跟你讲我表姐跟我讲话这一樽的沐浴露在香港的 Watson 市万宁卓越莎莎这只味还有货这只玫瑰味是还有货但是跟我讲这只樱花味已经没有货樱花味是香港卖断市樱花味在香港是卖断市卖断了市啊为什么它会这么香因为它倒出来我接给你看我喷在里面好不好然后你们待会去洗一下你看我接出来我接出来你见不见到里面是什么啊你待会洗手洗完不要浪费啊见不见到我接出来里面是什么啊